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很荣幸向大家介绍法国光效应艺术家 Patrick Rubinstein 的作品 Pop Panda。 他是一位视觉错觉大师，常常在作品中用新的动态艺术技巧赋予他们生命。比如这幅 Pop Panda， 你所看到的视觉效果不同，取决于你所站位置的不同。从正面看，这幅作品似乎是一只黑白相间的熊猫，随着视角往右移动，更多的小熊猫以一种视错觉的方式出现在作品中。同样，从正面向左移动也是完全不同的视觉呈现。如果你足够眼尖，还能发现 Patrick Rubinstein 在画中添加了很多波普艺术的元素，例如大胆鲜明的字母、罗伊·利希滕斯坦的哭泣女孩、滚石乐队的标志，还有经典的罐头汤。他用不同时代的图标和美学符号邀请我们沉浸在这些记忆中，怀旧过往。如果你想亲自观看 Patrick Rubinstein 更多令人惊艳的作品，欢迎前来 Raffles City 奥图尔画廊。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，记得点赞、收藏、加关注，谢谢。